帮助下同情一下这些残疾人，残疾人也是人，就是没有母亲也是没有了，只有两兄弟。大家好，我是克老，今天呢我们去看一位粉丝，他一个是个残疾人，走路是走不了，但是说话呢不怎么说得久，这个是特殊的残疾人，他的账号叫残疾小彤彤，大家一起去关注他。我们现在带点扣肉过去，还有等下我们买点礼物过去，一起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小孩，是吧？这个小孩呢，虽然说小孩不算是小孩了啊，我们呢看看大家有能力的可以帮助一下啊，伸出你们一点爱心去资助或者去帮助一下这个小孩，或者说小孩颜值不小了，年纪是不小，但是他只是很矮小，就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那样，来我们来这里拿两瓶药过去给小彤彤啊，我拿两瓶药，不要说给老板听哦，你们两个人的事不关心啊。买点苹果，代表平平安安。这个，我想吃酸果啊，搞点酸果，这个酸果搞点我们自己吃的。走。那我们到了小彤彤家里了，现在拿点东西下去，一起进去看看这个非常不幸的小孩。没，吃饭没有？你的狗，你家的狗凶不凶啊？咬不咬人？那这个其实蛮可怜的小孩，年龄虽然才20多岁，但是他，你看他的脚。你看到他的脚是扁的，他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也很想向往着美好的生活。他现在的抖音呢，也有，我看了他的抖音里面也有2万多粉丝，是吧？有2万多粉丝，但是一直也就做不起，能多点给点流量这些，出不去的啊。你们也是付出，也是正义感的。啊，说打爸爸也好，打妈妈也好，要多点改善扶持流量改这些。他的抖音号是残疾小彤彤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，献出你们的爱心，献出你们的正能量。我的扣肉现在呢，也就正式让他帮挂在他橱窗那里。这脚能站吗？不能站，自己老是要坐着。身体是。他小时候是怎么样？小时候是，一直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吗？你妈妈，你妈妈不在了是吧？所以这个也是可怜的小孩，怎么说呢？妈妈不在，就是跟你们现在就要你弟跟你爸是吧？就是你们三个，就三个人，那你们就主要靠的是什么来源呢？种田，家里面有什么？收入，弟弟现在也没出去打工，找不到工作是吧？那我们今天带点水果给你，还有那个花生油，还有我们的牛奶，去哪里都离不开我们的扣肉啊！那都既然这样了，就坚强的面对着。我相信很多在镜头上的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。还有我那姐妹们啊，能不帮助你？他的抖音号叫残疾小彤彤，大家可以扫一下啊，也可以呢。我们的扣肉呢，暂时让他挂在橱窗。我的条件是有限的，我希望大家能伸出有爱的手，帮帮这个不幸中的小朋友吧。一家只有3口在这里，是吧？没有妈妈，只有。养兄弟务农，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啊，希望大家多点关注这个残疾小彤彤啊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，好吧？
啊，那么你好好在家里休息啊。感谢大家啊！喜欢大沙的视频，点播关注，也帮我们的小东东点播关注支持，生存们的正能量的手，帮帮他，耶、yeah。